把菜都拿过来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费劲巴拉的，直接剪就完事儿了。老爷，你这脚泡时间长了，都没啥味儿。下回能不能少泡一会儿？这个脚差不多了，那个脚拿过来，快点的，别磨叽可香了，你尝一口。我才不吃，油了麻花的，能不能别逼我了，把锅还我。人狼行千里吃肉，你行千里吃锅，今天必须把这烧鸡给我吃了，要不然别想吃锅。让我吃烧鸡，我让你精装变毛皮。小江江，你咋跑这犄角旮旯来了？这里有豆豆。哪儿呢？我瞅瞅。不许多看。这小丫头片子还挺凶的，还不让我看呢。我是你二大爷，别瞅这个洞洞了，我教你点新鲜的。第一步，把你的小手都放在这个破布上，这就叫磨爪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小手往上。哎呀，你这样不行啊，得再使点劲儿。这个姿势就标准了，把你小手使劲挠，使劲抓。哎，对。大爷，我坚持不住了。这咋就坚持不住了呢？我的脚好酸好酸好酸。那咱先不学这个了，正好你在长牙，咱先学磨牙得了。你就用你的小牙咬这个破布，这样牙齿才能长得好。站起来，使点劲咬就咬得动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小将将太聪明了，孺子可教也。小宝宝，哎呀，太可爱了！你咋来找我玩了呢？我玩家，你脚就臭。我脚哪儿臭了？这孩子净瞎说。你走开！我妈不要我跟脚就臭的玩。宝贝你别走啊，我脚真不臭啊。点点，你咋教的孩子说这脚臭都不让玩。我羊说的没得臭，你的脚就是臭。打我干啥呀？我就想跟宝宝待会儿。啥都不要想。你就让我跟宝宝玩会儿吗？点点妈求你了。没门儿。为啥不让我跟宝宝玩？就因为我脚臭吗？别臭，就是因为你脚臭。我脚不臭，我太难了。哎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大家，这是我刚来这个家的时候，他们看我文字中都很喜欢我。我眼睛真的可怕哟，八个月才睁开一个缝，他们赶紧来看我的眼睛。后过两天，我的眼睛终于睁开了。第一件事就是看看爱我的狗鸡们。这个是我和大人和我开车，这个是我妈妈，不喜欢跟妈妈玩了。这个是我爸爸，总跟我抢妈妈，你们看我跟我爸爸亲不亲？大家都为了班照看我，生怕我受伤。我爱这个大家庭，但是你们喜欢我。